你见过如此嚣张的僵尸吗？为啥僵尸光明正大吃植物，而植物却原地摆 pose 都不看他一眼？而且这国服铁桶甚至狮子大开口横扫千军，只是这么离谱的反牛顿的僵尸怎么卡出来的？好的，我们直接，哎，你这刚进游戏就通关吃席啊，这玩个寂寞啊。我们回看一下，猪水阳光啥都放不了，而且场上也没火鸡啊，这无解的吧。好在我重新发现卡槽里居然出现了几个新植物，而且左下角还有诸葛，那卡槽对应的植物可以升级啊。而且这边必须要升级三路的卯兔便是糯米，100换150直接解锁小丑和飞行器了。开局成功，我反手三路下飞行器一波1换2，300阳光手到擒来。别让我开局成功，一旦开局成功我……等等，接下来又该怎么破啊？一二路冰炉山柱不用多说，如果你是一个一个把冰砖放三路，那恭喜你，糯米对单体控制几乎控到死，就算卡这场攻击延迟也基本白给。何况芦苇升级后变鱼钩草打四路也会雪上加霜，虽然双小丑能勉强干掉糯米，但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阳光已亏炸，基本就是穿山甲送鸡汤，虽活但计。但是啊，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五路有卯兔，卯兔类似屎弯，到攻击僵尸期间僵尸无法移动，而且卯兔可以升级植物，那如果在攻击僵尸前直接干掉卯兔会发生什么呢？耶呵，铁桶竟然在卯兔阵亡后能安然无恙的前进，但这个梦喵好像完全傻了一样，惊觉着铁桶干瞪眼，到底是程序员的哪一行代码打错了，还是 BUG 里出游戏啦？哼，随便一蒙就蒙出来了，那肯定有观众很激动啊，主君，这僵尸一定灭野了。那恭喜你，你猜错了，僵尸吃掉植物之后去丝路，甚至这个僵尸还能用冬青击退它，直接一窝端了雷龙和竹笋。那重新宣布，我有啦，趁着五路僵尸挡住芦苇攻击，直接放两个僵尸去三路吃掉糯米，毕竟糯米会打旁边两路，为后期攻打二路做铺垫，再用冰仙子解决剩余僵尸，白嫖获得阳光，美滋滋的赚得盆满钵满。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要出意外了。先暂且不说前面五个竹笋，大家看看二路各种重叠植物，还有几个肉盾，就算我在三路放僵尸吃掉阳光获得更多阳光，二路放全部僵尸火力全开，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啊，根本攻不下来。不过卡槽里还有一个屎弯倒是一直没有升级，在去年9月份视频中也用到这个特性，卡无敌僵尸。那我们这边等屎弯准备攻击僵尸时赶紧升级屎弯。这不行啊，僵尸卡无敌了，但根本没法往前走，这不卡四阶无解的吧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刚刚我有幸偷偷看过隔壁曾经表演过被安果控住的僵尸，如果用冬青击退，那被粘住的僵尸就会击退，保持更好姿势直接吃损，然后在原地发呆，但泡泡糖并没有消失。而十万也能升级卡无敌僵尸，但也会待在原地不动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操作结合在一起呢？看好了，我这边先放个小丑让十万吃最后的晚餐，再放铁桶趁机骗掉安果，留下的泡泡糖再用第二个小冬青击退吃损，准备吃粘住的僵尸时赶紧升级。这个时候赶紧放个小丑吃泡泡糖，毕竟这个位置蔡文打不到，而且红生化磁弹小丑也会反弹。你会发现泡泡糖消失之后僵尸移动了，这个僵尸看似平淡无奇，但是你看这个僵尸所有植物竟然都不攻击他。植物甚至都不看他一眼，僵尸光明正大的吃植物，我从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僵尸，哇，真是麻雀啄牛屁股，确实牛逼啊。没错，二代艾姬就是这么的 fashionable and magical， 毕竟我们游戏有最真实的物理引擎。而且还没完呢，这个僵尸横扫二路植物去一路吃完魅惑菇，我这边故意下了个铁桶来一起清热，你们猜猜看会发生什么？没错，这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无敌僵尸罢了，牛顿看了都直呼内行。而现在我们就是来压榨这个无敌僵尸的最后价值，直接发射最后的小东青再放僵尸，借助无敌僵尸保持更好姿势吃笋。那有朋友会说了，竹青你有本事吃掉这三个竹笋啊。不要着急，看好了，由于浮标转移僵尸有4秒不到的冷却时间，所以先一路下僵尸避免无敌僵尸离开浮标范围，等无敌铁桶下来后一刹那赶紧在二路下僵尸去三路，直接踩浮标保持更好姿势吃损。虽然没吃完，但由于上面的僵尸走到浮标时间偏晚，无敌僵尸在三路待满3秒左右准备去四路时正好遇到二路铁桶，二路铁桶直接收割掉竹笋，接下来四五路的也可以直接一鼓作气了。在无敌僵尸准备踩到四路浮标时，五路放僵尸，这样继续保持更好姿势吃损，在僵尸的蹦迪表演中成功与竹笋分短了。竹笋玩得开心不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那剩下的可谓是横扫千军，但也有一定的细节。
四路下冰砖吃阳光豆，冰砖吃阳光豆之后去四路，这边还需要让田鼠进入超级残血状态。这边我计时了一下，大概38.5秒左右。好，赶紧，马路位升级成鱼钩草，四路放飞行器来一波天与地的接吻，冰砖成功解决冬青，剩下的那就是水到渠成，嘎嘎乱杀。说吧，这一关有没有惊艳到你？好，请赞粉，下期见。